速的给哥哥帮你装上好不好？来，站起来，哥哥帮你把衣服穿上，外面特别冷。哎，哎，站稳了啊！薇薇，咱们今天就要出院了。 要去一个新家，那里有很多很多小朋友陪你一起玩，好不好？依稀哥哥，你以后你真的会每天都来福利院看我吗？当然会了。你真的不会像我妈妈那样吗？ 于西哥哥答应你，以后我永远陪在你身边的，好不好？这乖。行，一会儿你再去拔床看一下。嗯，好的。行，做好核对就可以了啊。于西，薇薇，跟姐姐们说再见吧。姐姐再见。 你要走啊？嗯，真舍不得你啊。嗯，比来的时候更漂亮了。哎，你看她这大眼睛，长大以后得迷死多少人啊！<笑>怎么了？薇薇找什么呢？于西哥哥，小唐姐姐呢？小唐姐姐可能是因为工作忙，所以没有过来。咱们不要打扰她了，好不好？ 真乖，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照顾薇薇，你们以后啊也会好好的，对不对，薇薇？嗯，我会好好的。薇薇加油，乖啊！再见。再见。唐医生他真不来送啊？不是吧？ 今天出来开不开心啊？开心。呀，谢谢。小心小心。我还以为姐姐不会来送我了呢。怎么可能呢？噔噔，嘿嘿嘿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这里面啊有10首歌，都是薇薇最喜欢听的。谢谢姐姐。 我睡觉的时候会把它放在身边，就跟姐姐在我身边一样。姐姐会想你的。姐姐，别哭。不哭。姐姐是特别开心，看见薇薇那么健康的出院。薇薇要坚强，要勇敢，你是姐姐最好的榜样，好不好？ 薇薇，今天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啦？不是去别的地方，是去福利院。姐姐，那里有很多小朋友，可以跟我一起玩，老师和阿姨都很好。于西哥哥说，他每天都会来看我，那里是我的新家。嗯，哥哥说的特别对，姐姐也会去看你。 给你带好多好吃的，再给你陪你去看电影，好不好？嗯，不哭。于西哥哥说了，我们今天都应该高高兴兴的。哥哥说的对，我们都应该开开心心的。好了，薇薇，我们该走了，快跟姐姐说再见吧。 再见。我们曾被命运抛下，为昨天失望，怀疑我要去的地方。我。
继续往前闯。